当阮啊是做囡仔的时阵，无讲什么主日学的诗歌啦，哈、啊，啊，无什么主日学的诗歌。阮的诗歌就是伫这个闽南圣诗内面，哈、啊，耶稣听我，我知明啊。所以大家啊，基督徒的囡仔，当时大家啊，基督徒的囡仔拢会晓吟这首哈，啊，拢是用方言，用这个闽南话来吟的。耶稣听我，我知明。因为记载伫圣经，细汉囡仔虽软弱，耶稣为救有退缩。耶稣听我，我知明，因为记载伫圣经，细汉囡仔虽软弱，耶稣为是耶稣听我，是耶稣听我，是耶稣听我，有记载的圣经。耶稣听我，替我死，有将天门开到你。我的拉萨米水子，可以进那日内面。是耶稣听我，是耶稣听我，是耶稣听我，有记载的圣经。耶稣听我，感我。过来，是耶稣听我，是耶稣。